有点大哦，好像是越下越大。你觉得这边工作最大成就感？成就感，认识很多人。对，你等下同款做侪哦，同款是顶礼拜迄种，啊，遮无买有哦，免吼，较麻烦你看一下。认识很多人出来，还学到一些很宝贵的经验，然后知道一些像类似这个不知道要做什么用的，结果都知道了。就跟着谢先生走。哎，好，先自我介绍一下哈，我叫薛清远啊，我也是特力子公司的主要灵魂之一。哎，对，好，然后你们可以叫我小薛就好了。等一下是由我带你们看整个厂区的导览，好 ，OK 吗？好，那我们往这边。因为我们要成立特力子公司，那需要很多的这个身心障碍者，那救护站就媒介小远来我们公司上班。那来应征的时候呢，可能是因为他是谘商的关系，可是可能没有录取。那救护站的人打电话，这个小姐打电话跟我说，小远很想工作。那我就问这个救护站同仁说，那如果清洁的工作他愿意做吗？那小远好像跟他说 OK。那我就请厂长去做这个，看他有没有办法做清洁的工作。结果厂长跟我说他可以单手扫地没问题，那我就跟他们说，那你就把他录取了，先录取他，先来试试看。但是在我们的认知，少了一个手臂，你除了扫地以外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呢？这个就是我们要重新思考的事情。他就在这观光工厂里面，我看他都是常常都跟这个看到厂长在导览啊，同事在导览，我看他那个好像很有向往的决心，结果问他说敢不敢来导览，结果他毅然决然的说 OK， 要试试看。我看到他那个更这个雄心万丈，我说好啊，那你就试试看，就变成我们现在的王牌导览员了。
小时候那个，因为家里就爸爸妈妈嘛，那阿公阿妈比较不方便，然后没有人顾，然后小孩子就带去工厂一起顾这样子，然后我就跟哥哥在那边玩，然后就被机器用到。这个是幼稚园大班毕业之后，毕业后不太记得，就说没什么感觉，因为小时候还没有那个意识啊，没有危险的意识，然后也是就问妈妈说为什么手会这样子而已，就这样子。国小之后就比较，就国小之后就大概一到三年级比较被容易欺负吧，然后后面就觉得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子，会乱想，然后就自己的心态也变了，就变得比较强硬啊，然后会比较融入别人这样子，然后别人看到你不一样就直接来主动的跟你聊天什么的。其实在上学期间是没有，可是出社会的时候就有了，就会想一些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我的手会不见这样，因为找工作真的不方便，没有人会理你啊，就一踏进去找到工作叫你去面试很开心，可是到那边又被驳回这样子，就觉得很不是滋味。第三份工作找了快一年，这一年是我最难过的一年。为什么？因为找工作一直被打枪，打了有四十几次吧。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我比较清楚，看人家看了就比较那个了，然后他看到这样就说你这样子不适合，要搬东西要什么的。可是我觉得你都没有让我尝试，为什么就直接驳回了？你觉得你家是租车附近吗？我住在归仁。归仁、也算附近啊。对，我开车来。我想说有没有机会跟你回家一趟哎、欸。家里我有问过，季小姐有跟我讲，我妈妈比较不要。真的啊、哦。对对对。真的、哦。所以会比较不方便，他们比较不想露面啊。哦，是啊、哦。对对对，所以家里会比较不方便。拍到外面就好了。嗯。不一定要拍进去。我再问一下，你再问一下，对对对对，再帮我问一下。好啊，其实就，对啊，OK。如果妈妈不要，那个其他兄弟姐妹可以吗？他们就是不一定要陪到妈妈这样子，就家里都好像都问过，都不要这样子、他们比较不想露面，对对对。好啊，不然或许我有机会我再跟他们沟通一下。好啊，好啊，好啊，对啊。大哥，你有假？我来。好、哦。你这样的导演，你会觉得有成就感吗？有啊，因为客人会给你肯定，会给你肯定，他会给你鼓掌什么的，他就会觉得，虽然很累啊，可是到后面觉得蛮值得的，我觉得他变得很有自信。而且他变得比我还要有自信，对，就像之前，因为其实我们两个会讨论他的工作，那也会讨论他的家庭啊，都会讨论。那我们其实我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可能当下我去关怀他的时候，他就会很清楚的说：“你好像心情不好还是什么。”那他就反而他会鼓励我，真的、啊。像他那时候，我那时候因为工作的事情，他还跟我说过，就是叫我要有自信。然后他就说，自信其实是自己给自己的，就是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肉霸崩，到这。林老师知道。我知道了。应该是说正义，他也是一个非常愿意助人、爱人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伙伴，那在这一个个体跟团队的一个结合，的一个力量相融入之下，其实背后我们也看见了一个主管，他更愿意来为这一群弱势朋友一起努力的那一个部分，其实也是很令人感动的。就是有好多好多的个案，我们都是这样子一起把它联合起来，那个力量是相连接的。会的业务，是什么业务？就是职场学习在适应的一个业务。这个业务讲好，他是希望说在前三个月先让这个求职者先到
公司里面去做一些学习。那如果说学习成果不错的话，公司就会继续留用。那在这三个月期间，就是补贴他公司哈这员工的基本薪资，还有就是每个月会给公司5000块的管理训练津贴。正义曾经我们在推动一些活动的时候，他是走进来，蹲在那个大门口，吓得要死，出冷汗，我们把他送到医院，他怕到这样子。可是他今天可以坦坦而谈，就算他已经跳跃了他心理上的那个隐藏在里面的内部阴影的部分，他可以把它袒露出来。这经过很多时间，我们必须给他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他可以走出来。所以现在我事情交下去，他说没有问题，他就主动来接。啊，可是你可能没有办法想到说，他当初是蹲在大门口一直流汗的、流冷汗的那个孩子。这是小时候哈，大概5岁的时候，那我伯父他在做塑胶射出，那时候中午大家都在休息的时候，我跑到他的工厂去玩那些机器，结果就不小心受伤了。影响其实是在于说，我会小学的时候会有异样的眼光，让我会觉得很不自在，不想去读书，不想去上学，会有这种情形，然后就会比较封闭自己。妈妈的心情，其实我刚出院之后啊，我刚出院之后大概2个礼拜左右，妈妈就跟我说：“阿鲁啊，你要吼，你无论食饭、洗身躯、做任何代志，拢爱家己来，因为妈妈无法度照顾你一世人。”那在当时的状心情哈，刚开始我没有想很多，然后就是妈妈就一直训练我，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完成。那我那时候会有心底会有一些对妈妈一些不就是很不爽的感觉啊，就我年纪还这么小，我只有一只手，为什么都要训练我自己？可是等到我真的长大之后，到了国中、高中，大概高中的时候，我真的发现说，妈妈的训练其实是对的。因为至少在我高中的时候，我真的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人家会不会主动来帮忙，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要自己去完成这件事情，人家如果看到的时候，人家会来协助；但是人家没看到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自己去完成，去把这件事情做完。同理心怎么建立？其实我们在这个同理心的练习上，我们先要尝试的去倾听，去听求职朋友，去听成长朋友，这些人他目前遇到的状况。就算说他虽然说他这样做是你很明确的知道他是错的，但是先不要一下子就去纠正他。那我们先听他怎么讲，那请听完了之后，你要先站在他的立场去想说，他这样子的状况，我们如何来处理？因为当我们遇到他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我们对于企业当然是因为身上朋友他不管受到职业训练，他把技能养成之后，他毕竟还是要到职场上去，他一定要得到企业的认同跟支持。那么我们对企业里面，如果说在以我们分署来讲的话，我们有两大部分可以来提供帮助。一个就是我们的价值辅导计划，如果说这个身障朋友他愿意到公司去工作的话，我们会补助这个企业一个月可以一个人可以补助10000到12000，一个人可以补助到1年，所以说他最高额那一个人那可以补助到企业最高的话是可以补助到那个1年的话就是120000。那对于工作教练，我们一个月补助3000到6000元。
谢谢执行长，打扰你了，真的，哇，真的是。那先请坐，我来找纪家大哥。齐胜摸刀，齐胜。好、哦。皮亚诶，按摩师。按摩师哦。嘿，对。我喊朱琳嘛，阿喊阿正义，哦，阮做阵喊伊副总统泡面。大哥，啊你也坐啊。大哥，无啦，你坐啦。啊你坐。大哥，啊你也你坐我边啊。我算英雄级的，先生爱安尼。警长，我迄一天去你家看，伊伫个喂那个90几岁的那个长辈吃饭呢，很有耐心哦。大哥，你成大登基的呢？对啊，电机叫我收电火炮啊，电啊，讲真的，我人啊。对，对，了解。姐，大哥，不要紧，我来陪伴你做伙行。哦，做伙认，做伙拍拼，哦，毛执行长，哦，嘿，拢会当做伙陪你，吼，嘿，让你做伙行，哦，做伙认真，做伙拍拼，哦，重建你自己，哦，我们都知道你很尽力了。老师，你知道他的那个历程，他的心一直就是他没有办法释放，也没有办法去释怀。他对于家，因为他就是从年轻到今天，他固守的那一个家，在一夕之间，那是成了泡影。所以他的那个心，他宁可在台北火车站，就是当下变成街友。所以那个不是只是他的家庭。其实后面还有他个人的一个议题，所以主任才会陪他陪那么长远的路，陪他其实很久，陪他很久，他好不容易陪他出来，他原本的样子都不是这样，完全没有一颗牙齿哎，你问他，他完全没有一颗牙齿的，你看到他是，哦，瘦到那一种，真的，你无法去。完全没有看到一颗牙齿。后来是啊，我们哦就慢慢陪他，慢慢给他一些温暖，然后慢慢一直啊，主任说啊，咱来去做喙齿，去创啥创啥呢？啊，伊慢慢佫行出来呢。啊，真的也很感谢执行长愿意再给他这样的机会。执行长，哎，我辞退啦，哎，你好，你好。谢谢你给我们帮忙，我们叫你谢谢。警长，伊就是我跟我一直主任介绍伊去迄启盛的韩正义啊，介绍去正义的，去迄个启盛科技的，诶，按摩师，企业经营的，企业经营的，很有那个技术很佳，按摩师，按摩师，对不对？我拄则听恁讲，我感觉真感动。啊，就是嘛是爱感谢讲吼，恁愿意甲阮包容阮的不便的所在，啊，互阮有信心。嗯嗯嗯。嘿啊，啊，所以迄种执行长，我吼嘛是爱请你帮忙吼，啊，互遮个较无方便的人，就是我感觉因上需要就是鼓励啊，鼓励甲支持，你啥物拢毋免互伊，就是甲鼓励甲支持，安尼因就感觉足安慰的。嗯嗯嗯。因为因的内心。我感觉因内心其实吼嘛是足脆弱的，啊，只是因的外表是足坚强的，嗯嗯、因为因无爱互看到因脆弱的一面，对，所以嘛是真需要恁家帮忙。啊，拄啊佩华姐的，家显现伊脆弱的一面，互恁看。所以伊伫咧流目屎，伊流目屎，我知影。嗯。伫大哥遐，真感动，感觉大哥嘛足勇敢的，啊嘛足认真的。英雄，为什么你来讲人你是当东山的安尼去，这是安怎来的？
这是有一段故事的吗？也无什么故事啊，就是希望讲家己会当像安尼去安尼做勇敢的。告诉自己要勇敢啊！因为有身躯有缺陷的人啊，伊行路总是比别人较辛苦，所以一定爱常常鼓励讲，家己要较勇敢的，啊，袂做容易就互家己拍倒，也是讲。因为一挂代志啊，就可能就会做挫折，就唔敢去爬起。哎呀，因为我看到做侪无方便的人，拢是因为安尼，所以拢秘伫咧厝里。照顾身体，照顾好势，上重要。这是咱的本呢，这咱的基本上。重要的基本。好，我做搞所在，我唔能够歇嘛，唔能够歇嘛。我做搞所在无钱的，我会尽力去做，吼、唔能够歇吧。好，祝福你哦，哈。谢谢，感谢。身心障碍朋友的话，之前在高雄也曾经聘用过，然后来到这边，刚好跟我们厂长在一次的闲聊当中，我们有去提到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禁用一些我们能够用的身心障碍的朋友？那其实因为在我的心里面一直会有一个想法，我们有这么多的公益团体，我们有这么多的所谓的公益基金。他真的可以照顾到每一个所谓的残障的朋友吗？但是他今天想要出来上班，然后公司有一定的规模，心有余力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把这个机会给他们？最少让他们他可以养活他自己，而不要去剥夺所谓重残的所谓的补助的那些名额。他如果不愿意做，我们没有办法。但是他有那个需要，他想要出来上班，他想要去适应这个社会。因为我一直认为，身障不是他愿意的，但是他愿意出来上班。我们有这个，我们刚好有可以符合我们的条件，他可以先让他去重新回到这个社会上。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机会给他？我也跟我的副科长讲，他虽然是听障，我希望不要把他看成残障。为什么？因为你先设限你的隔阂，你没有办法让他融入跟你一样的一个心态。我把他看成正常人，但是我只是在沟通上我自己心里的一个设限，其余的话我把他看成正常的同仁，他并不比他们差。其实我来公司快十年了，我一直觉得说，我们可以做的不应该只有所谓的经济交换。所谓的经济交换就是，我今天来上班8个小时、10个小时，我得到了薪资。但是如果没有薪资的事情，我就不做了。这样是不是太功利了？那今天我们人活着，重于泰山啊，轻于鸿毛。那我们今天可以得到什么？真的只有得到这个实质经济交换吗？今天我们身旁有这么多需要我们帮助的这些障碍别的一个同仁，那我们如果更善意
甚至我们给他们有机会去成长，给他们有机会去学习，那我相信我们对这个社会是有一些贡献的。那刚刚我们也有提到嘛，今天障碍空间真的是给这个身障朋友在使用的而已吗？刚刚我也想了一下，真的很有道理。障碍空间不是只有给我们身障的朋友使用，因为哈，我们都会老。与其说我什么想法，我倒不如说我一直在反省。我觉得我们一直都在反省，我们反省怎样可以把对他们的事情做得更好。老实讲，之前有一个个案，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想不到怎么样帮他做得更多，所以他没办法进来我们公司，会有这样，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遗憾，因为我们懂得还不够多，我们没办法给他适合的帮助，所以其实我站在我的角色，我一直在反省说，怎样懂得更多。这个是我们新进的黄正泰，光看这个身体很好，OK。是吧？这是比较久了，一年多了，他叫黄威达。我通常没有再叫三个字的，我都是叫威达而已啊。他在我们公司，他做的也很尽力啦，一年多了，对不对 ？OK。这个你在用这个的时候，我跟你讲一下。你在用的时候没有这样一次、两次、三次，因为你一次的话，这样不确定，有时候刚好会有那个毛屑什么的，会挡到，那不准。他刚来，应该差不多快一个月了，除了比较讲话要大声，他听得到以外，其他都没有什么问题了。他也肯学对不对？有啊，他也是有吸收，他有吸收得到，也很肯学的。还蛮肯学的。你来做了之后的感觉怎么样？不错啊，可以，还可以，觉得有成就感吗？慢慢上轨道吗？慢慢上轨道。就是越来越熟悉吗？有没有比较顺手？越来越顺。有啊，其实有啊。我这个没有做过，我只要慢慢。这个没有做过，要慢慢做。慢慢越来越顺。越来越熟悉了。我看你也很认真在做。帮我翻译一下，你比较近。我看你也很认真在做。你也很认真做啦。他说。你们是做什么工？那时候我在庄仔游在做工作。庄仔游？对啊。就是叫我去做工作，伊就无小心去互伊个脚着。那时候还足细汉个。你看那时候。这张阁留下哦。有啊，我这张已经哦，讲着这张我哪有故事？这有啥物故事？放进几啊档？因为这张，我看到这张个时哦，哦，足艰苦个。因为迄阵手还阁好好啊，然后翕了尔，当我无去啊，手无去啊，结果我当共送啊，共一张送人。我讲哦，唔爱看到一张，我看到足艰苦。结果
等到迄几日了，我有咧念，咧念讲，啊，迄张相片嘛是伫送遐呢，啊，较会怎啊无去咧，啊，拢找找无咧，安尼啦，啊，结果我去阮妹妹遐，阮妹妹讲，啊，起码迄张相片伫我遮呢，我讲，哈，真诶哦，啊，我拢毋知呢，我咧想讲，啊，是伫送遐去，啊，打念你着知影我咧念啊，安尼啊。你自己开车啊？哎呀，我打扰。啊，不好意思啊，我给你们打扰了。这应该也是加班才回来。对啊。你们都好辛苦，都要加班。还好啦。上小学的时候，哎，你六年级的时候，我几年级？来。我六年级的时候，反正他好像一年级的时候就被人家一进去就没有什么朋友，然后都被人家排挤，然后人家那个小朋友叫他等手的等手的，啊不，无手的无手的。真的吗？对啊。我拢唔知呢。伊搁在阮教室找我。是安尼啊。系啊，我听了都艰苦呢。我嘛是，嘛是爱甲伊讲没关系啊，人家怎么叫你不要理他。自己做应该做的事情就好了。对，就是身心障碍者的毅力都很强。对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会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们要比别人更努力。所以他们会。小学是长吗？我觉得是这样。差不多啦。因为你没有毅力，哪来的努力？啊，不想被人家看清。对啊，在公司也是。对啊。其实我是觉得说救福员这个角色它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是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个角色，因为怎么说呢，其实从一个你在陪伴你的面前的一个个案的时候，那个当下的那一个开始那一个刹那，其实那个都是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感触，你从他的声音，有的是有声音，那刚刚早上的那一个是听障的朋友，他是没有声音的，但是没有声音的里头，他的眼神，他的肢体，然后他的手势，他的各方面还是有讯息的，然后我会去希望说我可以去陪伴到他的是属于真正他想要成为他自己的那一个自己。啊，你感觉啊，思玲，你刚刚看到老师，你的感觉安怎？你的心情安怎？嗯，无介绍啥，我是我紧张啦。对啊，所以啊，思玲，嘿，你放我轻松，不要紧哈，不要紧，你就把他老师当成自己的哥哥，自己的哈。好，他人很好。好，刚开始是你姐介绍我去联电的，啊，搁来到有一个机会。吼、哦，啊，怎啊识识迄站长先生、佮徐姐，啊，佮张大哥，怎啊规阵人拢来阮家温暖的家甲我拜访，啊，我感觉足欢喜的，嘿呀、啊，啊嘛感觉足温暖，有人甲我关心，啊，佮支持佮鼓励，啊，怎啊甲我介绍去慈善公司，啊，阮护理嘛对我足照顾，嘿呀、啊，啊，所以无去嫌，我怎啊伫个公司，安尼做正职的员工，啊，着一直到即摆，即要两年啊。感觉拢足顺的，是。你代表是伫按摩院吗？嘿，大部分拢是伫按摩院。按摩院，啊，就是有人开，都会。就是敢若
论剑记仇啊，我嘛唔知我什么时阵会当休困呢？因为拢有哪拢爱做做话的。哎，对啊，其实久来嘛，感觉会足惊吓的，因为常常暗时啊，你困的时候，拢有人叫你去掠灵，啊，你掠灵时嘛，拢会惊讲唔知个拄着歹人。啊，不过伫公司就无同啊，就袂惊啦。较稳定。嗯，较稳定。啊，大家拢会互相尊重啊。我上大愿望就是希望咱今仔安尼翕吼，是翕会当帮忙一寡身心障碍的朋友，这是我上大希望。是。嗯。是。啊，老师休息，唔能够翕吧？我感觉这句话足重要的。哦。他很可贵的地方，他都会这样跟我说呢。那个老师，他都会这样跟我说呢。我希望我能够再多照顾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我希望我写的这一些，我都能够让更多的人可以看见，然后更多的人愿意伸出来，一起来给身障朋友机会，更多的机会。这个是诗玲，我看到他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他常常心挂念着不是他自己，而是更多的身心障碍的朋友们，这是他让我很感动的地方。得哭水，我让做谢了。嗯，所以这样子就等于差不多，就是等于完成了一个员工的这个服务的一个程序了。哎，安尼。喂，这椅啊摆好，较好看，摆好。讲话无，因为你作风哦。无，我唔通。唔通㖏。空个空个。安尼好吼，安尼好。空个空个，安尼敢若伤紧，足足紧张个。你着像安尼讲，你看你要讲安怎，你甲我讲下安尼。好。啊，我要讲啊哦。好，你要讲，我听你讲。好。好。我要跟你讲讲啥？我有一寡紧张。好。好。嗯，我要讲，生命的路途往往因着有特别的人相伴而变得更有意义。我诚挚的感谢家人、朋友，以及我上届怀念的新营就业服务中心。啊，搁有奇盛科技，所有帮忙我的同事，尤其是上届疼痛我的护理，无限的感谢。虽然视力是我最大的障碍，但感谢大家一路上的扶持，让我在茫茫大海中寻找到迷失已久的方向。再也不用漂泊不定的过日子，因而改变我的人生观。唯有经历过生命中的困境，才能拥有更美好的人生观。诚心期盼各单位，希望能够给予这群勇敢的身障朋友们一份稳定的工作机会，发挥专长，学以致用，更能肯定自我能力。只要伸出你们的援手，就能帮助他们找到无穷未来。无论遇到多少挫折，都不能轻易放弃自己，因为我深信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天生我才必有用。不要妄自菲薄而忽略了贡献己力的机会。人只要活着，就有存在的价值与希望。只要秉持着乐观奋斗不轻易放弃的精神，相信成功之路并不会离我们太遥远。只要用心去看周遭的美好，周遭就变充满了美好。
用心去看自己的优点，原来咱是这么有路用的。诚心祝福，期待都能寻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加油！我鼓励啊，好棒，好棒啊、哦！你思玲，你这么感动的一席话，都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眼泪都把它转出来，我们都流出来了，真的。哎，你的好，那是因为你的好。今天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成果，是因为你的好，嘿，是因为你的好。你要再次的肯定你自己 ，OK。我们也再次诚挚的感谢傅林，不要站起来，都不要再谢了。谢谢，谢谢傅林。好，那司令，那我们就 OK。好。